潜心即是道场啊，净中功德，佛地潜观自心，请求顶格，求法慈心潜定，愿向佛性，深种菩提因德，悉清净严啊，学佛啊，就是需要潜心，潜心就是爱根，爱潜力啊。这是咱定定伫咧讲信。咱爱潜心，愿爱潜愿，咱才有法度根基呢，会当潜力。这是咱学佛者潜心是真重要，这才是咱的道场啦。那会当深深的道场啊，自然呢就正定功德。功是内修啊，德是外行。咱的时时啊，从咱的内心不离法啦，从咱的行为，一切法在行中，这呢，就是咱潜心真坚固心灵的道场。不管是内修外行啊，无不都是正定功德。所以咱爱时时用心啊，咱所欲用的心，就是会当求得佛地。好，佛地啊，深啊，愿啊，也都爱靠咱的自心。自心也且发大愿啊，坚固的心，咱有这个自愿，自愿求佛法的心真坚固，那就是潜心啊。这个潜心的自愿，咱所要追求的呢，就是到达佛地，一切种地，这是啊，咱所要追求。但是啊，咱常常伫咧讲啊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人人本具真如本性。其实是伫咱家己的内心而已啊！佛陀要让咱觉悟，要让咱了解，众生拢总是平等。《法华经》一直要爱咱人人呢，行菩萨道，要爱咱人人拢做菩萨，人人要成为菩萨，第一个。自觉有情，咱来用真长久的时间，要来度众生，不是干那要来度人尔定，是要度众生啊，就是要救众生。既然你要救伊，你哪会通去杀害伊，去吞噬伊呢？
所以唔通嘛，这都是要培养咱的菩萨心，咱要来救度众生。咱这念心爱真深，而且呢爱真长，这个、菩萨道真长远呐，真长真远哦。所以咱爱多结众生缘呐，救度众生是咱的心愿呐，用安尼的心来勤求顶顶的功哦，所以啊，求法之心深重啊，这念心呢，一定要真深入咱的目标啦。就是愿，咱发愿，素无良心。四方誓愿的要度尽一切众生，学尽一切的佛法啦。四无量心呢，咱要度尽一切众生啊，慈悲喜舍来入人群去啊，这就是咱的愿，咱的方誓愿。所以愿向佛心学佛，那咱的目标是要到成佛咯。所以愿向佛心，那咱既然呢要向佛心啦，到佛的目的地来，那么咱就要深种菩提因。咱来时时来好好啊，来种菩提因，而且这个因啊，爱种回深啊，伊的根呢，断会开，顶会深，这自然发芽啊，慢慢的抽大长啦、啊。所以咱爱深种菩提因的德，咱来修这个德啦。所以学清净因，哈、啊，各位修学啊是非常的重要，咱来重视因果啊，佛陀时时。都是用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因缘果报来给咱教诲啊！在佛陀的时代，那当阵呢，在那个夏威城里呐，那就有一位大中者，后生一个囝啦。囡仔呢，还佫伫红婴仔幼稚的时，会讲话呢。他第一句就先问，问讲：佛陀现在还佫伫世间无？父母呢，回答的是：伫咧啊。佫再继续问啊：舍利弗啊，阿难啊，目犍连啊。对不对？这个人还有有地吗？有啊，这对的父母呢，感觉，哎呀，哪会这么奇怪啊？就赶紧真虔诚，去到地缘境下请教佛陀。佛陀就讲，这个囡仔不只是无有不祥啊，这个囡仔是大福啊，大根基啊！爸母听到，放心啦，回去啦，开始。这囡仔都搁向爸母讲，佛陀也搁伫咧，敢无爱
来降佛降僧啊？老爸就回答讲：要降佛降僧，唔是讲要降佛就有法度会当供养呢，爱搁做准备啊！这囡仔就讲哦，真简单。用虔诚的心清扫周围，互伊干净，低线的一挂，在上顶的食物啦，用最诚恳的心，咱若会当安尼来准备啦，佛陀自然就会来，佮再提出要求。要求讲吼，那在伫咧准备的过程中，要求设三个高座，三个较悬起来的座位啦。就问伊讲，是安怎这个僧团遮侪人，你哪会敢那设三个高座呢？这个囡仔就讲啊，一个高座当然啦，是请佛上高座；第二个高座，第三个高座，那就是我过去生中的老母，现在也伫咧，伊呢是住伫婆罗那国。我要要求现在的父母，是不是会当，让我供养我过去生身的老母呢？另外一个高座，是我今生出世生身的老母啊。果然，依照伊所讲的地点啊，这位老母呢？也搁伫咧啦，那么去请这位老母来咯，一切备办好势啦。果然佛陀带着僧团也到位啦，将伊婆罗那国请来的老母也请上高座，伫现在的老母呢也上高座去。佛陀说法，大家人皆大欢喜。这场的讲经真正是圆满啦！这代志过了后，这囡仔呢，就是慢慢长大起来啦，向伊的爸母要求出家啦，出家入僧团啦。大家人呢，对这个青少年入僧团来，对佛法的领悟呢，遐尼正敏锐，大家人感觉真奇怪啊。所以呢，又偶然啊来请问佛陀，佛陀就开始呢，安尼讲咯吼，伫无偌久的以前。婆罗那国，迄、那个所在有一位蒙族啦，家庭本来真富有啊，一直到家，这个家长往生了后呢，家庭就是一落千丈，家境困难呐、啊。那囡仔呢，从细汉一直到大汉呢。迄当阵，婆罗那国啊，佛法僧啊真盛行，所以看到人伫咧供僧，到甲伊大汉啊，想要供僧，确实无迄个能力啦。伊下一个决心啦、啊，伊呢去。去到另外一个长者的家庭，去殷勤求，
就是讲，我的辛苦用一年的时间，予你应用。你要叫我做什么代志，我都愿意做。但是我所要要求，一年的时间是一千两的钱。那这位中介感觉，哦，这个囡仔少年呐，看起来这么正清秀，这么正聪明啊，愿意一年的时间，拼性命为我做代志，一千两，愿意就安尼定落来。一年过了后啦，伊要领这个一年的薪水。这位中介就问伊讲：“你是要做什么？”我一个心愿，我就是要降佛降僧啦。迄位中介就讲：“哦，你有这个心愿真好，我钱乎你，满你的愿，也你嘛会当。”在我的家庭啊，及时都会当办。这个少年人嘛，真欢喜啊，从安尼就接受啦，完成了伊的心愿。但是过了无偌久，这个青少年呐、啊，就往生啦。往生了后呢，迄位中介的家庭。也夫人怀孕啦，十月怀胎完成，囡仔出世啦。佛陀讲到这，就讲：您敢知现在僧团这个青少年呐、啊，就是过去迄个青少年。就是现在僧团啊，就会出家，看看，这叫做因缘啊。前世人、这世人，那咱都知影讲，要来世人呢，那会当体会，所以咱爱亲身因果。所以啊，前面咱所讲的迄段文吼。若人正见一百千佛，悉诸善本啊，潜心坚固，如是之人乃可为说。要真正会当听这本经啦、啊，体会这个法啦、啊，都爱有安尼的人，一百千佛。已经表示真深远，发真深入心啦、啊。修行以来呢，真长久的时间咯，吼，拢一直伫咧正善因啦、啊。所以，得这个善本啦、啊，亲像安尼人，拢是叫做潜心坚固。安尼个人，伊有法度呢来接受《法华经》的教化啦。所以下面再讲哦，若人精进啊，常修诸心，不修心明啊，乃可为说。前面讲迄个故事，迄、那个年轻人呐、啊，伊愿意呢。献生命啊，一年的时间所做的呢，都是为着降伏极精，但唔就是安尼不惜生命呢？一种为了降伏精啊，下定了遐尼正决心，这敢唔是真精进呢？敢唔就是真长远常修诸心？为着要体悟佛法，所以伊要降伏精啊，要降伏精呢，不惜性命。亲像安尼的人，
乃可为刷啦。所以肉人清净吼，那如是依法大圣心修精进道，行菩萨道。这就是精进的人，这就是那个心啊，激发心，誓愿坚固，以立四方誓愿啊，以发四无量心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发大圣心，也修精进道，有进无退啦。修行佛法，咱必定呢爱向前前进啊！唔通讲吼进一步退两步啦，咱爱应该爱殷勤，用人精进，上修自心，这个人那必定呢都爱发这份心吼，唔是多家己念念。啊，搁都要搁度别人啊，拿来助他减度，这种的行菩萨道，这才是真正精进修自心的人哦。那从开始呢，初发心开始，精进不退哈、哦，那不修心明，亲像安尼的人。才会当讲啊！从初发心开始，精进不退，请大家人自问家己：伫人事物，咱伫咧处理他人接物，是用常识啊，或者是用智性呢，或者是用智慧呀？各位，常识，这些咱。平时学来的功能，智性呢是聪明变巧，但是智慧呢，那就是从内心啊，真如本性发起，这种清净无染，不是干那常识，嘛不是干那智性。常识是学来的啦，那智性呢，就是聪明嘛，这拢是短暂的，有污染的，那是需要的是智慧呀。所以，咱到底是用什么心来发心入愿修行呢？到底，咱过去的习气？去掉偌多呢？逐天听的话，老实偌多呢？是不是？咱来试试反省呢？有反省，才袂伫精进中搁再退步啦。那若伫精进中退步呢，实在是真冤枉吼！弃下生活财物去布施啦。以外呢，咱最重要就是中法，所以不修心明啊，咱真正学法，必定呢
爱有喜舍财物，过去的咱拢舍掉啦。现在呢，咱开始爱重发，重发，主动还要度人啊！唔通小卡手，唔通干那小性命，上重要爱小慧命。咱好好把握听来的法，用在日常生活中，安尼呢是慧命增长啊。所以，基于种种难行苦行，咱拢爱做会到，如是一切愿皆随行。那会当安尼啦，咱既然发愿，咱就是随这个环境修行的环境，好好呢，随时来学化啦。希望大家人爱用心。咱爱从初发心嘛开始，真久真久的劫吼，以来呢，咱已经是发心下心命啦，为布施，布施就是啊，四方誓愿，为度一切众生，舍弃一切，咱是救法吼。所以用信心来布施啦，这就是重发，就是不朽心命啊！及于种种困难，亲像安尼呢，如是一切难行能行啦。那安尼的誓愿呢，随时都爱学吼，啊，如是精进菩萨，耐苦为善处境。亲像阿弥的菩萨，咱才会当为伊讲这本经，伊才有法度接受这本经吼。上修自心阿弥的人，不为自心求安乐啊，但愿众生得离苦。阿弥的人呐、啊，念念常常，无有间断，就是诸多度人法。用在当下，所以啊，在这个心口意业无有厌倦吼，那咱呢爱随时都爱学吼，那随时爱现心明啊，就是呢，重佛法吼，将这个佛法那纳入咱的心来，那日日呢为法啊。向前前进，爱时时多用心。